军武拼经济，那日前有讲说，那 F-35吼来办团购啊，团购比较多台的话，价格可以变得比较便宜一点。不过呢，有种种的因素，我们台湾就是真的没办法买 F-35。可是问题是我们需要进步的军武啊。加拿大说他不要 F-35，他要这台沉默的大黄蜂。加拿大要，我们台湾跟着他屁股走，就买这一台就可以。你认为行不行？加拿大为什么要买 F-18I 不买 F-35 啊？因为毕竟我们要看到，就是目前加拿大皇家空军里面，它其实有数量相当庞大的大黄蜂战机。也就是说，大黄蜂战机的飞行员换装到超级大黄蜂，只要很短的换训时间就可以了。比较快。对，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稍微大一点、更 powerful 的一个飞机嘛。那但是你说它为什么 F-18I 啊 ？F-18I 这个所谓叫沉默大黄蜂这个飞机呢，就跟过去的这个大黄蜂啊，那个 EF 啊，超级大黄蜂来讲，实际有相当多的改进。你可以看到这是啊，波音它自己啊，这个推出。做这个超级大黄蜂的这个沉默大黄蜂的一个改良型，最大的特别，你看它飞机上拱了两块啊，被这个超大蚊子叮了两个大包。那这两个大包啊，其实是一个叫做视型油箱。什么叫视型油箱呢？也就是说它机背上跟一般的大黄蜂比起来，或超级大黄蜂比起来，它拱起来这两块是拿来装燃料的。有这两个大，哎，对，那这两个大燃料装上去呢，他说其实啊就可以，哎，对，可以飞得比较久。就好比啊，在你机身上，等于说原先大黄蜂、超级大黄蜂在出任务的时候，基本上会挂三个副油箱，机腹中线一个，然后主翼啊两个主翼底下最，它一共有各有主翼啊，一边有三个挂架，最内侧挂架也会挂一个大油箱。对，因为你这三个油箱的油通摆到这个翅膀里面去了。然后第二呢，它其实。就尽量的减少那个机翼底下的挂架，他把他的武器呢，通通挂到这个主翼那个机身底下，原先挂油箱那个位置，油放上面，武器挂下面。哎，对，那个油箱里面那个已经不是油箱了。就它原先那个位置放油箱，但是现在这个沉默大黄蜂呢，它变成是一个综合的这个武器装载站。也就是说，它这里面啊，它把原先过去可能挂在翼尖上面的飞弹，然后挂在翼下的这个炸弹，它那个里面它可以啊整合挂四枚这个先进的中程空中飞弹，另外也可以挂一枚2000公斤的这个那个雷射或者是 GPS 定位炸弹，或者你挂2颗500公斤比较小的。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武器囊啊，它其实本身来讲就是把原先挂
在翅膀底下那些武器通通整合到机腹底下这个吊舱里面，嗯，让这个飞机呢，它其实本身在我们讲到就是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积上面来说注意很大。为什么？逆冲效果更好。哎，对，逆冲效果更好。虽然说你会说超级大黄蜂它本身不是一款这个逆冲战机啊，但是其实由于它本身用了这个相当多的这个逆冲战机的一些科技，另外它的发动机其实也针对这个逆冲科技啊有相当的这个进步，外加上它其实本身啊，因为它在换这个新的这个F-11式发动机的时候，又比现在美军的这个超级大黄蜂所使用的 F-11式的发动机的 power 更大。那换这台好不好？我们其实以台湾来说啊，那当然你换到那个超级大黄蜂来讲，或者说那个沉默大黄蜂来说，基本上来讲，当然是比我们现有的这个战机来说的话，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嗯，因为你看它是双发动机，然后以台湾来说，它的这个我们本台湾的这个所外。自然环境是一个海岛，飞机飞到海上，万一有一个发动机挂点了，对不对？至少你还有一个发动机啊，可以飞回来，比较安全系数上是高一些。可是之前你不是说台美有一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相关规定，不可以买到比现在更好的武器吗？严格来讲，这台买速递买不到、啊。严格来说，这个超级大黄蜂啊，它基本上来说，它的这个等级大概可以说跟我们的 F-16V 啊，基本上来说是相当的，因为雷达征收的这个距离，或者说它整个对能力上来讲，基本上来说其实是相当接近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台湾能够获得 FA-18I 的话，当然前提是你要真能够获得 FA-18I 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考虑到我们现有的三型的这个主力战机一定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精简，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三种主力战机严格来说啊，那个机种太多，对于空军的后勤补给啊还有整体的作业维持上面来讲，的确形成一个相当大的负担。那当然以这个 FA-18I 来讲啊，那当然其实它本身我们刚刚讲它具备某种程度来说，它可以降低相当的这个雷达反射截面积，虽然说还不到逆中战机的程度，但是也已经是大概我们可以称为所谓的四代半战机了啦，就是它介于传统战机跟逆中战机之间了，就是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比那个逆中战机啊要大一些，但是比传统战机要小很多。那另外它本身呢、啊，由于我们刚刚讲换了新的发动机，所以它本身不管是加速性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爬升率啊也好，都比FA-18的这个 EF 超级大黄蜂要好。所以这个飞机严格来说，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空防的需求啊，如果能够引进，当然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重点跟前提都是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下一代的空军战力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